張超雄議員第十五輪好，主席，我想問咧，即係我都聽到你哋話已經請咗兩隊嘅社工隊，就我想清楚了解，第一咧，你點解會選擇一個所謂簡易程序咧？即係或者你先答咗呢度先啦，同埋嗰個社工隊嗰個目的係做咩嘅？主席，簡單嚟講咧，就其實我哋係揾幾間即係嘅有關嘅機構咧，就用一個報價嘅形式。但係呢個我又唔係簡單到報價咁簡單，我哋都係有一個技術嘅一個文件咧，同埋一個報價嘅文件分開處理嘅。咁所以我簡單就叫咗一個簡易嘅一個招標形式啦。咁就亦都係通過一個公平嘅評審嘅。咁可唔可以講幾多間機構去獲邀申請啊？我諗有一單係12間啦嚇，咁就另外都係12間，兩單都係12間機構被獲邀嘅嚇。明白。OK， 咁啊，下一位。